们终于把你请来了，啊啊！哇，这是很大的佛呀！这个墨月也是很珍贵的，啊，一种月。这个大概有多重？有一吨半重。一吨半重。一吨半重。这是不是你现在收藏的最大的佛？最大的佛，最重的佛。算上这尊玉佛，孙伟民手里的佛像已经超过2000尊，全部珍藏在这座庭院里，很少示人，更不出售任何藏品。那么他收藏佛像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园子呢，我是2008年开始造的，先以盆景为主，啊，正好，现在呢，我把慢慢的把所有的弥勒佛啊，集中呢到这里啊，供展，啊，又可以供奉，又可以展示，这个位置呢，我也比较好，后面呢有靠山，是吧？比如高山，前面呢也是个低山，啊。能把能把风化的这个一半啊，能收藏在眼底下。这儿也是。弥勒佛，我把这个最好的位置啊，弥勒佛。长的给它掐掉，长的掐掉。5年前，孙伟民种植的盆景进入旺销期，可他却不再采购盆景幼苗，而是换回一尊尊佛像。这个弥勒佛呢，我的主要收藏的时间呢，已经将近有20年这样的时间了。现在您这个展厅里大概有多少尊像这样的弥勒佛像？像这个展厅里大概就有400-500尊，这就是我们奉化的布袋弥勒的标准形象。啊，这左手提布袋，右手呢念佛珠，大土方头啊，圆脸，天圆地方。这是弥勒的标准像。中国人对这尊佛像并不陌生，习惯称它大肚弥勒佛、笑佛或布袋和尚。有关他的一副对联流传甚广，上联是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下联是开口便笑，笑天下可笑之人，横批皆大欢喜。孙伟民的藏品可不完全是弥勒佛的标准像，不仅造型上千姿百态，随身器物更是变化多端，所承载的内容早已超出了佛教的范畴。以经济啊为中心，你看他弥勒佛把眼睛紧紧的捂住，是吧？不看啊，这叫不该看的不看，坚决不看。这一尊呢是不能听的，坚决不听。是吧？蛊惑人心的啊，这个谣言，乱七八糟的话，你千万就不要去听信它。听信它了以后，你多听了就脑子有问题了。所以你保持乐观心态，你坚决不听啊，免得多事啊。还有呢，不该讲就坚决不讲，是吧？挑拨是非的啊，是吧？对国家对家庭都没有好处的，对同事同朋友没有好处的，对这些话你还是不要去讲。不该听的不听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看的不看，不看。由于展馆还未最后完工，孙伟民的部分藏品还堆放在库房里。这些佛像来源广泛，年代不一，风格各异，他只能先按照材质分别摆放：金属、陶瓷、玉石、竹木、兽骨，你能想到的材质在这里几乎都可以见到。20多年来，孙伟民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见到弥勒佛，从不考虑大小和材质，也不看重年代，只要工艺考究，他都会收回来。老竹根，竹根雕刻的，这个来历呢，还有段小故事的。
我的2007年的时候啊，到安吉尔采购我这个盆景的素装啊素材去，已经采购完了以后呢，谈成了以后呢，又到他的家里啊，发现了这么一个老竹雕，是吧？弥勒佛，弥勒佛一看就喜欢。你这个如果不给我，我这个书章也不要了。啊，就是买一赠一。怎么能看出它是老的还是新的？是手工的还是机器雕的呢？生产工艺完全不一样。它这个用手工雕的，也不是用电动工具雕的，所以它这个刀法、刀工啊。和它生产工艺不一样。如果机器雕的呢，像这个就这一尊呢就是机器雕的。一看这个下面啊，就能看出来是。你看它不一样。新的多多。而且它工艺啊，它过去非要钻孔，是吧？要钻孔，现在可以不钻孔，是吧？它因为用压力蒸住了以后，把里面的都放出来了。不用靠它来透气了。它不要靠它来透气了。啊，他用压力蒸煮过了，是不是啊？他这个他压力一松的时候，里面的潮气啊、湿气啊，都跑出来了。这是一个新的，一个老的。嗯。一个是手工雕刻，一个是机器雕刻。你看，一目了然。味道不一样。味道不一样。味道不一样。都是弥勒佛。都是布袋和尚。它是绝版的，只有一个。它可能500个，300个。都有可能。除了20多年的精心积攒，孙伟民也会从市场上批量采购佛像，对此他并不避讳。把展馆办成中国弥勒佛种类最全的大观园是他的首要目标。这个是主要展示的呢，是紫砂的什么？紫砂的弥勒佛。全部都是紫砂做的。紫砂做的弥勒佛，有紫砂的红泥、黑泥、白泥制作的，这个比较大一些。这是一个大白菜。大白菜，他把这个财富呢，跟特色写了，站在布袋上面，把那个财富啊，举上去。紫砂现在的价值一般都比较高，对吧？你像我们以前有人说紫砂壶的呀，一把壶都要很贵。像您这个佛像。大概的这些100尊的这个紫砂的佛像，大概价值多少？10万块以上吧。10万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紫砂呢？你看上去很小，它如果是个大师啊，这工做的呢，就价格就高；工艺师呢，那价格也高。因为它是用手工制作的，不是用模具。模具制作，像我这个花盆用模具制作的花盆便宜，用手工制作的呢就贵。是吧啊？这个您这个佛像的价值如何？其实取决于它的制造工艺和制造的制造者。作者和工艺。制造工啊，因为它是紫砂的，现在比较少了。紫砂少，紫泥现在也很紧张。和很多收藏爱好者一样，孙伟民谈起他收藏的佛像，如数家珍。可他却一直避讳谈投入和收益。在我们看来，他的藏品数量众多，造型多变，材质丰富，寓意美好，让人看起来的确眼花缭乱。可这些藏品的市场价值和升值潜力在哪里？哪件藏品才是他的镇馆之宝？这个最珍贵的藏品呢，我这里没放，因为放在底下，我比较隐蔽的地方，放在里面。这个比较珍贵。对，一般我轻易不拿出来，不让人看。因为这个尊佛呢，对我说来呢，它改变了我的。好多观念，他也给我，对我说了，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呢，也是个启蒙佛，也是个吉祥佛。一尊小佛如何引领他走上了收藏之路？布袋和尚为何能成为弥勒的化身？请继续收看《皆大欢喜》。这里也是一尊佛。这个佛对我说了太重要了。那这应该是一尊不大的佛。是，这是不大。哦。但是这尊佛啊，
哦，就这么写。哎，对我说的是太珍贵了，啊。帮我看一下。这是铜的。铜的。铜佛。铜佛，而且有一定年份了。哦。已经有些年份了。那这尊佛是谁送给您的？那说来话长了。1967年，孙伟民从上海来到奉化的溪口插队劳动，远离大城市和家人，让他郁郁寡欢。在一次劳动的间隙，一个叫蒋龙祥的村民偷偷塞给他一件东西。当时佛像几乎被视为禁物，但这个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却成了孙伟民的玩具和朋友。先来偷偷把玩，每每与佛相视而笑，心情居然好了许多。不过孙伟民一直在纳闷，这个蒋龙祥是什么人，他家里怎么会有弥勒佛呢？原来蒋龙祥的家族笃信佛教，甚至可以上溯到五代时期的祖先蒋宗道。相传他是奉化高僧布袋和尚的弟子，而布袋和尚早在后梁时期已被民间认定为弥勒佛的化身了。孙伟民慢慢意识到，弥勒佛既然能带给自己快乐，说不定还能庇护自己一帆风顺。插队结束后，自认为与佛结缘的孙伟民留在了奉化。从那时起，他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收藏佛像，一直坚持了20多年。这个佛就是我们现在奉化的最大的。是啊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坐佛，它这个桶高有56米多。我们所有弥勒佛的藏品藏家，真的把它看在眼里，藏在心里，是永远没办法往哪个库房里搬的。大佛气势非凡，宝相庄重，做工精美，栩栩如生，不仅引得弥勒信众纷至沓来顶礼膜拜，也使奉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弥勒道场所在地。与此同时，奉化也有了一个别称，布袋和尚的老家。你看那个形状呢，它以完全是以布传说当中的布袋和尚为原型的，就是那个大肚能容，是吧？慈眉善目，笑容可掬，而且非常从容，非常自在的，旁边一个大布袋，是吧？这么个形象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弥勒佛像。那么布袋和尚是否确有其人？一位奉化的和尚如何能变成受人顶礼膜拜的佛呢？相传呢，我们走私那布袋和尚，对吧？当年呢，为了建这个月林禅寺，曾经到福建去化缘。化缘呢，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，对吧？化缘以后呢，他只有靠水运过来。他呢就观察到那个陀螺山那个地方啊，有一股这个山泉通着海底，直接通着这个水呢，地下水呢能通到月林寺这个井里面。他施展这个神通，使这个墨料全部从这个井里面涌出。哦，这样，就这么一个回事，所以说叫井中取墨。显然，布袋和尚是被佛家善意的神化了。在奉化，有关他的生平和长相，都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。他既是其貌不扬的云游僧，也是点化人的智者。从一个出身农家的普通和尚，到笑口常开、大肚能容的弥勒化身，从布袋和尚的传说到中国弥勒造型的演变，这一过程印证着佛教的中国化，也寄托着千百年来
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。上面的一尊呢，是这个佛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弥勒的啊，成佛的这个法像，我们俗称为如来尊。下面的一个是在五代后梁的时候，大概在公元850年到917年之间啊，在我们确确实实在我们奉化禅定村示现过这么一种形象。而弥勒呢，他在我们佛教当中呢，他是修的是大慈啊，人称慈世尊。慈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就是没有条件的给人于欢喜，就无缘大慈啊，给人于欢喜就是给人带来欢喜。所以说呢，你说我们老百姓追求什么呢？不管你追求什么，最后都是一个就是快乐。就是我们现在当下比较时尚的话题，你幸福吗？你快乐吗？杭州惊现布袋和尚写真像，行家一起辨真伪，奉化民间藏宝多，震撼作品齐亮相，请继续收看皆大欢喜。2013年四月的一天，我们跟随奉化的弥勒藏家赶到了杭州。有人在杂志上发现线索，这里藏有一尊布袋和尚的写真像。哦，在那儿啊，看到吗？哦，对，就这个，很小的，不小嘞。对对对，这个，对，是一提到你仔细，我们奉化的布袋和尚，他的精神影像在这里第一次发现，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的。是吧？就是个民居的后面，所以没有人注意。这是一尊雕刻在石壁上的坐像，高约70厘米，与常人相仿。手里的布袋清晰可见。那你怎么能够证明这尊佛像就是他的真身像？按照人体结构学也比较正式，不像现在我们这个雕塑的这个已经超出人体的变形了，已经经过艺术的夸张了，是不是啊？他比较接近。虽说不能收藏这尊佛像是个莫大的遗憾，但能留下影像供文物部门考证，也算不虚此行。弥勒藏家们更看重一次次与弥勒结缘的机会。除了去外地淘宝，奉化街头的小店也是藏家们经常光顾的场所。孙伟民的木雕佛像大都出自这里。这个我倒看看也有一个味道的。好，你说个价，拿走了。5000吧，我3800，3800，你不说我也拿走了。我换了最起码一个礼拜时间。人的面子，空场，这个我拿走了3800，好吧，这个，我套钱，成交了，成交，啊，对，这怎么好？这个一个是黄杨木雕，黄杨木，因为现在最近呢，黄杨木的价格比较便宜一些，给你保管，你帮我管钱。店主王全海是奉化有名的弥勒佛像雕刻艺人，也受到孙伟民的特别关注。以前他只是单纯的收购成品，如今他开始下订单了。这个5件一套的木雕弥勒，就是孙伟民出创意，王全海独家制作完成。是一个系列，啊，一看是一个系列。这是他最新创作的，一组是五个布袋和尚，是吧？对，为什么要创作五个呢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布袋和尚，布袋是个，像讲话一样，它是个核心。它这个布袋呢，就是人们想希望得到而没得到的。过去呢，是让你想布袋啊，它这个把一个幸福带给我们，把健康带给我们，把快乐带给我们，把
平安带给我们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做的更露一些，是吧？而且呢，让这个我们这个喜欢的、经常这个常的，是吧？啊，或者是这个宗教佛教的知道的人知道，让大家都知道啊，他手里托的这个口袋呢，不是什么抓魔鬼的，也不是什么什么的，他主要是健康，给人带来健康、幸福、快乐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五袋。订单收藏是孙伟民的收藏技巧之一，只收藏名家独一无二的作品，不再以量取胜。据孙伟民介绍，在奉化专业弥勒艺术品的门店还有十几家，但真正好的佛像是不会摆到店里的，只会在弥勒沙龙上出现，也就是资深藏家的交流会。拍摄期间，我们受邀参加了一次弥勒沙龙，果然发现了重量级的藏品。这就是原来的树根是吧？对，树根一滴都没加工过的。哎呀，所以抓的跟这里一转，这个能体现对布的一种生动形象的体现。这个还不够大，你看再往那边看啊，这这个呢，这个大一点，这个呢还要大一点，嚯，这个是比更大。这个太震撼了，这个。哎，这个将近五吨重。五吨重啊！哎，高2.8米。嗯，像这样的、这样的根雕，大概，您是从什么地方收来的？哦，这个西的，我收是我们在这个福建。福建。哎，收过来的。但是福建是最大的这个根雕基地。哦，像这么大的一个根雕，如果把它做出来，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？哎呀，从设计到做出来。最起码要五个月。目前，这些体型硕大、工艺精湛的木雕佛像被作为镇馆之宝，珍藏在中华布袋弥勒展览馆中，只供展出，绝不出售。因为对奉化的弥勒藏家来说，精品佛像越来越一尊难求。但作为布袋和尚的同乡，他们相信缘分，每一尊佛像的获得。就是把佛缘留在身边，而每一尊佛像的流转，就是把包容和乐观之心，把快乐和幸福传递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得以结缘，皆大欢喜。他被称为收藏奇人，倾家荡产搬回千里之外的美玉新种。敬请收看纵遍中国50集系列片《一方收藏》第36集《他山美玉》。